后期又发现一个大秘密，教你快速找到信号枪。我们都知道信号枪一直是许多玩家梦寐以求的道具，它不仅可以召唤空投获取丰厚的物资，并且在圈外还可以召唤装甲车，但信号枪却非常稀有，甚至很多玩家都没有捡到过。那么今天后期给大家讲解一下，在这四个地图中信号枪的具体刷新位置。这是海岛地图的，一共有6处位置，沙漠也有6处位置，雨林共有9处位置，雪地有7处位置。以上这些位置都有很大几率刷新信号枪的，而且这些位置都是经过证实的，大家可以仔细寻找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。